关心地方大小事，散播在地正能量。大家好，我是侯孟凯，欢迎您收看希望好所在，希望好所在。我们节目从去年开播以来，一直到现在已经一年多的时间了。在这一年多里面呢，真的是广受大家好评，也受到非常多的观众朋友给我们批评、鼓励跟指教。当然我讲批评是真的比较这个客气一点点啦，其实说实在话，真的我们到目前为止好像都还没有听过这个反对的声音啦齁。那这个我想也归功在于，不管是我们的制作团队，或者说我们的导播主们，或者是我们所有为这个节目努力付出奉献，并且花时间来到这边跟我们观众朋友来做一个对谈的这一些特别的来宾，因为有这些来宾的支持鼓励跟这些来宾的付出，我想才会让我们的节目变得越来越好。也因此呢，也感谢我们在电视机前面的观众朋友的收看了，每个礼拜都会准时的锁定。我甚至听到有一些朋友有曾经跟我讲过说啊，真的要这个看完我们希望好所在才愿意再去做其他的这个晚上的事情啦，所以这一并都要跟大家感谢。那也恳请您现在呢放下手边的工作，放下手边的遥控器，可以坐下来好好的欣赏这一集这个礼拜我们又为您带来哪些精彩来宾来做的对谈呢。好的，其实呢我们常常讲是说我们生活周遭都会有这个大小事哦，其实有些时候不一定是找到议员啊，找到市政府啊，那可能都比较大件，但是呢大大小小事情都可以先来麻烦跟请教一位这个叫做里长，然后里长伯，因为里长伯常常都是我们在地的土地公啊呢，所以呢今天也一样为您邀请到这一位是已经连任四届的里长，而且呢他已经做了16年的这里长，这个也是我们淡水区的民安里里长，我们郑英和郑里长来到我们节目现场。哎，里长你好。嘿，你好。嘿，是先来甲观众朋友介绍者，因为我拄只有讲到讲你是算四届的里长啊，都是在我们民安里，对不对？哎，一开始怎么会想要因缘际会要来这个担任里长这个为民服务的角色？啊，是的，我是踮咧过去踮咧16年前吼，我是踮咧淡水一线的服务，嗯，啊踮咧淡水一线啊做28年。好，这里有贝尼啊，然后都是服务在地乡亲的各方面的服务工作，除了金融之外呢，还有很多的这个，包括婚丧喜庆的一个这个，也是圣公喜公公关的工作。那么嘛做真久的时间，啊，所以对地方的这个熟悉挺多，嘛非常深嘛宽。啊，所以当我做到28年的时阵。哦，刚好在16年前，哎，很多乡亲都希望讲啊，刚好在这个选举里长，嗯，哎，讲啊，无什么讲，我会当回来我家己的所在做好这个服务的工作。对。啊嘛，拄好迄当时是淡水老街当咧重建的时阵，哦，嘛是一个足重要的时间，吼，足重要时间。啊，然后我迄当时因为真侪咱在地乡亲，尤其是我民安里的这些出名头尾。一直希望讲啊，是毋是讲倒来家己的所在做这个里长的服务工作，所以我就甲哦头家报告吼、哦，报告以后啊，然后啊，我就从啊踮咧16年前的4月份哦，4月底我就哦离开了我服务28年的淡水一线，嗯，然后就投入6月的选举安尼吼，然后就刚好乡亲的支持，然后很顺利的当选。当上我们淡水老街民安里里长，嗯，啊，一直服务工作做到现在。是，哎、欸，这真正不简单，因为咱这民安里来都有这个淡水老街，其实远近驰名啦。哦，那一点也当然讲，尤其是16年前迄个时阵，差不多2002年，哦，那哎、欸、开始那之后，中间经过不管是老街的重建，或者是2008这个陆客来台湾大增之后。哎、欸，这个淡水老街每天都是几乎是人潮踊跃爆满的情况，是是是。是那是不是嘛？咱请咱里长来甲观众朋友来讲一下，讲吼，哎，这16年来有没有心里做什么？你觉得是哎、欸、比较是值得大家肯定的，或者说哎、欸、好像你比较自豪的，在这里上面有什么样的建设跟服务？是这个淡水老街哈，淡水老街。除了讲伊个周边的环境以外，吼，就是咱个捷运的开发，吼，嗯，啊，予咱真侪全国的乡亲，吼，以及外国的朋友，吼，陆陆续续
拢来个淡水老街。那么淡水老街也变作是一个国家门户之一，是足重要的国家门户之一。而且即嘛是全国游客上多的所在。那么踮咧十几年前呢，踮咧重建金色水岸、金色水岸，就是跟淡水老街是平行，就是靠淡水河的岸边吼，淡水的岸边。这段工程吼，必须要有做一个相当优先、符合一个国际化的一个步道，吼，让咱的全国乡亲甲外国的游客呢，会当来尽情来享受到咱淡水岸边的这个美丽、这个景色，以及会当来坐渡船，吼，来互通到八里左岸，啊是来这个鱼鳞码头，吼，会使开发这个下码头的这条。这个蓝色公路，那么我担任期间啊，踮咧这个码头的这个建设啊，这个陆陆续续就是甲交通部啊，这个研究来做着三座的浮动码头，浮动码头，然后踮咧淡水河岸的这个岸边，那么为什么这个这么重要呢？为什么咱来将这个浮动码头来设个原有的巴黎左岸的原有旧有码头的周边？就是要让我们的动线，这个蓝色公路动线都能集中在码头归码头，捷运归捷运，让他们捷运的游客能够有步行的时间来欣赏淡水河岸美丽的景色，让他们很轻松的大大小小带来淡水河边来这里散步，欣赏到观音山，欣赏到日头落山，让他们每天的这个心情都很好，将因的踮咧厝的心情，无好的心情，踮咧咱淡水河边，会当借着这个自然的景观，甲你消灭掉，互你带着正好的气息、心情回去厝的，再个，互明仔载挑战来应付。我感觉讲，我有做了这三个码头，带动了淡水的整个淡水老街一个周边的一个经济动脉，让游客能够透过这个。观赏的这个路线，让它走到变成一个经济动脉，让淡水老街整个经济的活络。我想这个是我对淡水老街一个最大的贡献。对，也是一个使命感哦，因为咱拢知影讲淡水老街从以前到现在都是我们淡水在地的这个骄傲，也是指标啦。那可以说这样子。在任内里面可以把它规划设计跟参与讨论，然后把这个整个淡水老街重建变成是越来越热闹的所在，这真正不简单。因为明凯会记得自细汉，差不多捷运开通了后，我都学生的时期都来过。哦，迄个时阵佚佗都感觉讲足好耍的哦，不管是这类路边的摊贩啦，是讲街头艺人啦，是讲这类沿边的商家，都是让人家觉得一来再来、意犹未尽的地方哦。所以我想这个也是我们里长这边特别用心的规划跟努力付出啦。那咱嘛知影讲，咱除了民安里这边除了有这个淡水老街以外，其实在老街这边还有一个福佑宫，是，福佑宫嘛，其实甚至是以前的经济的发展核心，那也是现在文化啦这个艺术的一个建筑。那是不是福佑宫这里部分嘛，是很多这些游客啦、香客也都会来做参拜？是是是，这个淡水福佑宫哈，它坐落。踮咧咱淡水老街中正路这边哈，对，啊，伊是三级古迹，是三级古迹。那么伊的这个福佑宫，它的正前面，好，正前面这个福佑宫广场的位置，那个以前是一个传统市场，传统市场。然后经过这个吴益生委员之前的前立法委员吴益生先生呢、也大力的争取经费，然后把这个福佑宫。前面这个原有的这个传统市场旧址啊，改变成现在的一个广场，让它这个生鲜的部分呢、能够分离，生的哦，青叶物件哦，你买物件搬去中山路市场、中山路市场，然后原有的熟食的部分、鲜的物件，就规划店面这个淡水河岸哦，淡水河岸这一边一楼。那这个广场就变成一个楼上中正老街这个位置就变成一个是一个广场，
对，那这个广场的规划叫做透视空间的规划。嗯哼，那这个规划之后啊，也很神奇的，也很自然的景观呈现出来的时候，让大众啊，你足惊吓，感觉讲啊，咱这个透视空间的规划变成是未来的理想，无大劲了，而且可以让天上圣母见观音。哦，是，这是一种传奇，嘛，感觉足拄啊好。妈祖经的对应，妈祖经是佛师，迄、那个天上圣母妈祖娘娘，妈、祖娘娘。是，但是他正前面跨过去呢，是观音山，就变成是妈祖会观音。对，这种神奇的景象，而且美谈、哦、是是是，而且在当时蔡业伟镇长的任内啊，我也一直跟镇长报告说，踮咧淡水河畔遐古早，阮咧。上水的时阵啊，迄道一粒石头叫做妈祖石，哦，妈祖石传奇。嗯，那迄阵就要一定要慢慢把它开挖起来，开挖起来的时候，然后再把它伫立在那里妈祖经的对面，也就是现在的广场的旁边，有一只大粒的石头。嗯，迄粒相传就是妈祖的印信，妈祖的官房。嗯，然后它的磁场蛮强的，尤其在开挖的时候也有很多传奇。你的挖土机如果没有，那拄啊要卡的时阵，去卡到石头的时阵吼，迄台车怎啊停去、派去、袂叮当。啊，当时工程人员甲丁队嘛，大家讲啊，当下那来卡到石头弄派去，所以一直就来干妈做清洗，点啊拜拜，拜拜清洗后，然后就是确定的位置，然后再慢慢的挖挖挖，挖掘出来，再好好的把它供奉在那里淡水老街的那个妈祖广场。好、哦，湖游宫广场的那个右边，嗯哼，啊，现在有助力牌子，哦，哎，助力牌子在那边，啊，也希望借这个机会啊，说明这个经过、哦、啊，然后也请各位乡亲或者是全国的乡亲朋友，如果有到湖游宫逛淡水老街之余呢，啊，我记得湖游宫头前哈，啊，那经过一下，记得摸摸，它会带给你正能量。保佑你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嗯，哎、欸，这不讲还不知道。当然说现在已经旁边有这个树立说明解说牌，然后可是哎、欸、都解说牌上还是没有我们这个镇里长直接现身说法来的那么的生动跟。跟哦，原来还有这样子的一个过去的一个有趣的传说。哎、欸，有些人觉得说这个传说，有些人觉得这个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哦。但不管怎么样，就是一个很美丽的讲法哦。那至少我们大家就觉得说，哎、欸，至少福佑宫里面的妈祖，哎、欸，面对到观音山，妈祖会观音，哎、欸，这代表说这个地方的磁场跟能量一定是非常的强。哎、欸，所以里长，你这样子听你这样讲下来，其实你本身都是祖细汉，都是大咱的闽南里嘛。是是。对，所以讲我听你安尼讲，哎、欸，真的有那种脸上是有一个骄傲，跟觉得说对这个乡亲，对这个我们土地是有一个责任感的。是 是, 是。对啊，你真正是祖细汉的大家，那从小就是在这边长大。是，我是在、淡水老街出生，在淡水老街长大，由淡水而长大的孩子。哇、哦，这真正不简单。所以说，就是有这样的一个热忱，跟这样的一个对土地的关爱，还有对民众的爱哦，所以说才会现在这个连续四届16年的民安里里长，就是由我们镇里长来做一个担任啊。我想这个也是在地的乡亲朋友给予的支持跟鼓励，还有肯定，这一点真的是毋庸置疑。那接下来是不是也在请李定伟当过来？给大家介绍，除了民安里我们这边这最有名的是我们淡水老街以外，在民安里里面还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些特色是可以、欸、跟 外面其他里较无同的所在啦？是讲会当好透过您的这个解说来跟大家介绍一下。是，因为咱淡水老街吼，即马就是已经变作全国游客上多的所在。嗯，啊，那么尤其是咱全国的观光事业，国家门户重要的观光门户之一，嗯、也是双北观光事业的领头羊。对，因此，踮咧这个所在做一个里长的责任非常的重大。伊唔是干呐会使清水沟路顶的灯的光脉，吼、哦、水沟的通脉，吼、哦，第二个净通人和，会当绿化、美化、软体设备、软体设备等等。拢来做个非常优先、非常的
功能机能非常的健全。嗯哼。那么，予咱全国乡亲也好，还是即个国外的即个旅客也好，会当感觉讲淡水老街是一个非常非常友善的一个乡镇，予即个好的印象带予每一个乡亲，顺便啊，借着国外游客会当推销到全世界出去，这就是我的重要责任甲我的使命。嗯，那么淡水老街周边有真侪重要即个自然景观，除了淡水河以外、观明山以外，吼、哦、啊，就是咱的即个夕阳西下。嗯哼，吼、哦，夕阳西下，在日本杂志啊，有写着讲，咱台湾尤其咱顶淡水，看到日头落山的景致，是全世界第二水的。哦，全世界第二水。嗯，那么当然这是自然景观。啊，除了咱拄下所介绍的福佑宫以外呢，妈祖宫以外，还有咱一个三角公园的马街博士的马街花园、嗯。是，这马街花园伊嘛是踮咧两三百年前，伊就来个咱淡水，吼、嗯哦，来个咱淡水，然后就是踮咧其他设病院，吼、哦，啊免费来看过淡水的乡亲，吼、哦，这虽然伊是一个起客，但是古早来做一个医生吼。哦超规身躯拢看下头，拢应该拢会说会晓看咧吼。啊，所以讲伊嘛踮咧咱淡水嘛培养着真侪即个医生出来，吼、哦。啊，所以即嘛是一个传奇啊，吼、哦，传奇人物。那么嘛有做一个纪念公园滴，吼、哦。啊，定定拢有即、這个咱的即个外国的即个乡亲啊，啊，拢踮咧遐翕相，拢踮咧翕相。会当感觉讲马介博士除了踮咧咱台湾的即个医学的贡献以外呢？啊，伊嘛是一个基督教的，而且传教士，嗯哼，嘿，传教士，所以讲，踮咧咱淡水人也非常尊敬伊。啊，尤其踮咧咱淡水老街民安里啊，大家拢对马介博士也非常的熟悉，嗯，嘿，因为伊就是咧阮身躯边，嘿，包括现在的这个马街馆，吼、哦，这个也是在这个马街街这边，嘿，他虽然不是我们民安里啊，但有一个路口是属于民安里，哦，嘿，啊，他里面就不是属于民安里，嗯，不过。对他虽然在我们的旁边，跟他厝边同款，嘛是咱的好厝边。嗯，所以讲也一直提倡这个地方能够也是归纳在淡水老街的一个景观里面。对，嘿，是这样子的。那除了这个之外呢，还有一个这个店面，大概四年前哦，又规划了一个木下公园。嗯哼，就是在淡水红楼。哦，红楼今嘛是一个餐厅，对，哦，小丘陵，小丘陵上面，哦，小丘陵那边红楼餐厅，红楼餐厅的旁边就是规划了一个木下公园，啊哈，嘿，他是以前这个日本的一个画家，哈，哦，他叫做木下静海，嗯哼，但他叫做木下，那那个部分，那个这整个规划下来，这个公园的部分，我们把它称为木下静海，嗯哼，哦，安静的静，天涯的海，嗯，嘿。那个是他的以前的这个故居古厝在那边，我说把他这个周边的这个他的绿荫的部分呢、啊，都把它加以整理，好、哦，那变成就是哦这样整个就是就变成是一个他是因为他是一个画家哈，那、哦、艺术工作者，嗯哼，啊，而且他的这个艺术的作品啊也相当出名，所以也把那个地方归纳一个小公园，让我们里民也可以去那边。这样子休息，在那边蛮舒服的。嗯，这是我们淡水老街周边的一些公共设施。那么，另外在妈祖庙边啊的巷道里面呢、啊，嗯，这个在去年哦又完成了一个3D 的制作工作。哦，好、哦，这咱去大点啦，你这边翕相啊，就这人在翕相。你像网络上真正大家看脸书啦、Facebook 啦、这类 IG 啦。哦，拢是这个少年那底下翕相。是是是，欸、啊，那边就是咱个苦工所啊，加妈祖经吼，这样就结合在那边规划了一个3D 立体画作在那边吼、嗯。啊，这些作品呢，希望在各位在游览淡水老街之余啊，安尼也是一个非常清净，而且是一个足古早的巷道。是。吼、哦，踮咧日本时代就有啊。啊，所以迄种土卡，因为淡水老街的改造之后，那个地方全部用石头砌成。嗯哼。吼、哦。啊，包括这个旧的原有的这个日本宿舍，嘛是旧老走出来，嗯，所以再加上3D 的立体画像，啊，感觉会让你好像走过时空一样，
好，你刚刚哎，这个今天的自信之旅还蛮不错的。嗯，确实，就有些时候我们知道，现在周休二日哦，真的是非常的这个有些时候真还是需要出来外面走走看看逛逛啦。那尤其是淡水真的是非常方便，不管是你坐捷运来，不管是你开车来，可能六日开车反而还比较辛苦一点点，因为吹波听家威啦，拍水今天狼太贼啊，哦，这可能也是跟观众朋友来说明一下。那真的来到我们民安里来看到我们郑英和这里长这边的一些付出努力，跟我们在地方沟通协调，哦，让这整个地方变得是越来越好。我想这一点也是我们郑里长的这个功劳，功不可没啦。啊，最后是不是嘛，甲咱观众朋友报告讲，过去十六年，您这边有做了一些什么样的事情？那当然啦，吼，这个2018年嘛，被搞啊，吼。2018大家都知道选举年啦，不过呢，这节目我们就是不讲说任何的这个政治的部分，只是我常常有一个信念，就是说如果你觉得说现在做得好的话，那当然就是持续的让它做下去，这个是才是对于现在要默默努力付出做事的人的一种肯定跟一种这个赞许嘛。那如果说你来你对这个有再有连任的机会的话，还有没有什么样未来想要推动或是想要完成的一些计划，是吗？观众朋友做回报告一下。哎，是的，因为未来当然有真侪代志爱做。我拄啊就讲过，就是咱淡水老街啊，即卖已经变作咱的双北地区观光事业的领头羊，嗯，第一品牌。嘿，哦，嘛是咱台湾重要的观光门户之一。嗯哼，那么伊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地理位置，尤其徛在观光。观光这个所在，那么咱有当看到，咱踮咧今年的十月，大概这个绿山线轻轨就要通车，嗯，哦，就要通车。那么它通车之后，接下来就是南海线的部分的规划跟设计。哦，他之前在一年前，我们交通局局长也有跟我这样子有一个双向沟通过。原本的计划，哦，他有规划的四个计划，嗯。其中有个计划，就是他从渔人码头回来的路线会经过淡水老街。嗯，好，那这个规划我必须要就是经过乡亲的哦讨论，跟我这样子哦耳语之间，我可以理解到哦乡亲的意见，而且淡水老街是属于六米宽的一个道路。嗯哼，哦，这个部分是绝对哦不可以的。好，不可以让这个轻轨走进淡水老街。好，这是这将来这个南海线的规划，我必须要去再重视到我们整个哦老街这边的动线规划，以及如何让更广大的游客啊来淡水老街旅游的时候更方便乘坐南海线，而且可以利用南海线上下车之余，能够把整个淡水老街周边的这个景观区，你都可以尽情的享受到、游乐到，让把这个好的淡水、优美的淡水、健全功能的淡水，尤其是国际性的淡水，让所有来到淡水的游客都能尽情的感受到淡水之美。嗯哼，尤其是我一直有个梦想，如果我把淡水老街建设的功能好，友善的街道，完美的景观，让它还有健全的交通设施，让大家能够在淡水老街有个很知性的、很温馨的、很友善的一个一天的旅游，或者是两天的旅游的时候，我想，我希望把这种理念建立到很完整的时候，让每个游客到淡水坐捷运回家，然后稍游片刻，合上眼睛的时候，让他在他的脑海里会浮现的一句话，就是如果我住在淡水，不知道有多好。嗯，这个就是我的理念。哇，真的，如果说住在淡水，那真的不知道有多好，因为淡水真的是一个很适合居住的地方。尤其是咱很多的这些朋友，其实陆陆续续都来我们节目，曾经讲过，尤其有些艺术家朋友都说，哎，冰凶是在任何地方生活创作，但是一来到淡水之后，哎，那个创作的能量都出来了，然后哎也会觉得说这个
这里这一块土地好像会黏人一样，就会把人黏住，就不想要离开啦，哦，所以说我想这也是在这边生活了几十年，哦，从小生活到大的这个我们曾荫和镇里长这边持续的希望说打造我们在地变成是一个第一的品牌。现在已经是第一啦，但是怎么样维持让他这个品牌越来越好，我想这也是有赖我们里长继续为我们努力付出啦，哦，是。今天感谢这一节节目您的收看啊，那我们休息一下稍后回来，而更重要的是我们看到了不管是各个行业各里的里长其实都努力的来我们奉献，那如果说觉得他真的做得不错的话，当然是要继续给他肯定跟继续让他来这个未完成的事情都要让他来持续的付出努力啦，我想这一点也是对我们生活环境会是最好的。好，我们休息一下，稍后马上再回来，谢谢。